关于长江工作站接头暗号泄密一事，你是否已经查清？已经查清楚了。泄密责任在谁？鸟。九头鸟是如何知道这个秘密的？李副官前往监利上人路上曾经失踪，据说落入过九头鸟之手。德彪，你说话要有凭证。你们都闭嘴，听魏伟叔说。不是九头鸟，是一只八哥。宝贝，长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沉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李副官，你在晋州监狱的时候，在武先明的办公室，有没有人这个暗号接过头？可是房间我们已经仔细检查过，绝不会有人潜伏。你们上了武先明的圈套，他是故意离开，然后留下了这只八哥。这个武先明还真是个人物啊。魏小阳，这只鸟你是不是还要带回去啊？哦，不用了，它的主人训练这样的鸟有七八只，所以我想不用还它了。好，那就好，那我就带回去给孙长官看看。好。魏文叔，空心菜并没有返回原市，它会不会落到日本人手里？放心吧，我想他不会有事情的。日本人知道它的价值，如果把它抓获的话，肯定会提出很多苛刻的条件来换取。可是到现在没有哪一方提出这个条件，所以我想他不应该有什么威胁的。怎么样，胡掌柜的，还不肯迷途知返吗？于县长，这些日子您住在我这儿，我是给您端茶递水、好酒好菜的伺候您，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一个结果，真是好心没好报啊。那好，我来问你，你说你亲自和武先明谈过交换武林的条件，信不信啊？有你。我无法相信。你说你和武先明谈条件那天，武先明被关在宪兵队的大牢里，难道你胡掌柜能混进牢房不成？说吧，武林到底在哪儿？于县长，我这人真是狗眼看人低，没想到您啊心如明镜，火眼金睛，我真是玩了一辈子鹰，最后让鹰把眼给啄了。胡掌柜，没用的就不要说了，我只问你，武林到底在哪里？那我哪知道啊？你既不知他在哪里，又没见过武先明，那怎么会开出20挺机枪的价码？我这人不是财迷心窍、见财起意吗？我就想从您那儿浑水摸鱼，骗点军火啊，去黑市上卖。县长，我不是人，我该死。哎，要不您把我放了，让我狠狠地抽自己俩耳瓜子吧。胡掌柜，我告诉你，这里是监利，我说了算。除非日本人肯为你兴兵进攻，否则你的那些。